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来自沙劳越的 Lori 思思。由于呢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做手工类的东西，所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关于布织布的基本知识和教学程序等等。那么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录制影片，难免有些小紧张，不好的地方请大家不要见怪，感恩。好的，开场白就这样很烂的结束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。Thank you.
好的，相信看完这支影片的你们会比较了解基本的缝法部分了。那希望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你会有所帮助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